哦，各位好啊，UP 主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带来这个M9 自加热食品啊，这个 M9 系列自加热食品算是一个军转民的一个口粮吧啊，这个世纪融合，买过这个09单兵自热的可能知道，这个世纪融合它也是做这个军队用的09单兵自热的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外包装是一个纸质的盒子。啊，上面写的自加热，然后自加热雪菜肉丁炒饭，应急食品系列 M9，近310克啊，包括炒饭300克，香辣酱10克，然后后边炒饭的配料：大米、水、雪菜、猪肉、笋、植物油、香菇、食盐、料酒、白砂糖、鸡精啊，然后香辣酱呢？啊，香辣酱还有写的配料呢啊，香辣酱的配料是什么？黄豆、水。植物油、辣椒、酿造酱油、葱、食盐、白砂糖、香辛料、食物添加剂等等等等啊。然后啊，这边是这个加热的说明啊。好了，咱打开来看看它。这个盒子打开之后呢，里边是一个和03一样的袋子啊。不，03了，13一样袋子。不过它这个袋子好薄啊，好廉价啊，廉价的几乎透明的袋子，而且摸上去很多粉啊，脏脏的。然后就是一个注水袋、香辣酱，还有一个餐具包啊，非常看着比较简单的廉价的餐具包，而且上边有很多粉末。不知道是不是它这个加热袋里边东西漏了啊？先打开好吧。打开之后里边也是一样的东西。先把它加热一下，注水袋。诶，发现没有？注水袋这儿还有个死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注水袋也能用吗？开的口的还加死口。还是多加一点，不过没关系。加到里边，晃一晃，让它到边上等着，慢慢加热。弄得我手上都是东西。好，再放到一边。下边，哎。当然吃米饭太单调，我来加一个红烧鸡翅根啊，这个是海军军需特种食品试制部啊，秦皇岛产的500克，然后配料表：鸡翅根、冬笋、香菇、植物油、白砂糖、食用盐、酱油、味精、黄酒、大葱、鲜姜、香辛料、水，固形物75%，保质期3年啊，看看这是什么时间的，14年的。也到期了要，看看，14年10月份还有时间，咱们现在把它打开，开，已经可以闻到这个香味了，还是蛮香的。好，打开，满满的，看上去配料很多。稍等，我擦之前先洗洗手啊。我洗完手了，快尝尝它这个东西怎么样？用叉子先看一看，里边能看到这些香菇、冬笋啊，尝一下笋吧。闻的是非常香。非常脆，香脆可口啊。
然后把它这些配菜扒开，鸡翅根在哪儿？找不着鸡翅根的罐头，哎，好、哦、好，哎，在这底下，啊，好，掉了一大块，没关系，吃了它，嗯，嗯，好，看起来罐头的鸡翅根已经碎掉了，尝一尝吧，嗯，肉质非常软。嗯，我收回那句话，肉质不软，整体非常松散，但是肉质有弹性，有嚼劲儿。嗯，非常可口，略微带一点甜味儿，长长的骨头。嗯，它这个骨头，嗯。哈、啊、哈，入口，啊，骨头可以说是入口即化了，完全松软了，全都散开了。嗯，我再来一块，这配菜太多啊，鸡翅根都在底下啊，都完全散开了。哦，嗯，还要加热一下，我把它加热一下啊。哎呦，好了，现在。啊，好香！把它已经热好了，这回拿勺子看看。鸡块儿，哎，咱把这个翅根找个完整点的。看起来翅根这个尺寸并不是很大，也可能是它这个因为在罐头里边压缩的原因给压小了。尝一口，嗯，哦，整块带骨头吃。骨头全部酥软，嗯，口感微甜，嗯，略微带点甜味儿，看起来，嗯，米饭应该差不多了，我来看看这个米饭啊，怎么样？它这个自热袋的质量真是挺一般的，很简单的一个自热袋，看起来有点氧化之后，它这个外边包了一层这些东西，哎，我去清了一下，里边有这个嗯肉丁，还有是这个啊雪菜，把这个肉丁能单独弄再看看，小块的肉丁。嗯，肉丁吃的像火腿丁，嗯，还有玉米，它里边的玉米粒吃的很香啊，加一点香辣酱尝尝，哦，加了香辣酱相当不错，虽然它这个 M9 系列这个炒饭啊看的包装很简陋，但是单就这个饭的味道和口感来说还是蛮不错的。嗯，好，哎，别忘了我们的鸡翅根，嗯，它这个香辣酱太美味了，都害得我忘了鸡翅根儿啊，加到里边，来一些拌饭，
冬笋美味，太喜欢里边的冬笋了。啊，香辣酱带一些鸡肉更好。微辣的味道搭配这个微甜的鸡肉，这个骨头啊真是非常酥软。骨头你当菜吃就行。好了各位，总的来说，这个红烧鸡翅根我是很喜欢啊。这个虽然看这个里边菜比较多，肉食比较少，但是味道相当不错，里边这些配菜味道都非常香。而且这个鸡肉啊，真的罐头的这个鸡翅根完全已经酥软了，搭配上这些配菜吃，你不用吐骨头，直接连骨头一起嚼，非常美味。而这个 M9 系列的这个自热炒饭，虽然包装比较简陋很简单，但是作为一款名品的户外食品，还算是合格，味道相当不错，而且分量还行。一般人来说，吃这一份虽说不能够吃饱吧，但一般口粮你混个七八成饱也算是可以的啊。而且就我的感觉而言，他这个炒饭比那个09的好吃。为什么呢？09的炒饭、09、13炒饭都非常油，因为是军人嘛，他需要大运动量，所以说他给这个油是非常足的。而这个 M9 相对而言吃起来更清淡一些，更加顺口，没有那么油。好了，今天的呢我的试吃就到这儿啊，各位再见。